加了这个凉菜，一包凉菜腌的卤料包，然后还有那个人人会的辣酱一起卤的。很好吃，那兔头是真的不便宜，我买这种真的都要8块钱一个。真的好吃，你们可以自己试着回家做一下这个鸭货。舌头吃到现在我才想起来忘了戴手套了。Thank you.
咸蛋黄拌面，这个面我喜欢煮的稍微硬一点，但比较有口感，有嚼劲。战俘五花肉，
生姜黑虎虾，超大个的虾。